你好，欢迎收看10月2号大花莲地方新闻，我是卢宇慧。花莲市国联五路在1号的下午发生的曼波大饭店倒塌事件，县长徐正伟第一时间就指挥各局处及相关单位成立了灾害应变中心，也坐镇指挥现场，时刻紧盯着进度，要用最快速度抢修。在2号凌晨2点呢，就已经清空道路上的建筑瓦砾。而在2号的白天呢，县长徐正伟、立委傅昆萁还有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也特别到现场来关心整个施作进度，而整个工程呢是在当天的下午3点就完成通车了。花莲县长徐正伟2号上午在副县长严新章、建设处长邓子瑜的陪同之下视察现场修复情况。县长徐正伟表示，清晨2点处理完漏水以及路面回填之后，早上发现倒塌的曼波大饭店路面前有渗水的情况，经过自来水公司修复，已经把破裂水管更换，后续进行路面刨除以及回填，并且启动路面 AC 铺设，尽速将路面全面修复完毕。曼波大饭店为地下一楼、地上七层楼的建筑物，原始用途为店铺、旅社，因为原建物老旧，规划重建新建，逐渐申请在110年3月21号领取使用执照，并且在9月17号申报拆除开工。这次拆除工程由业主曼波大饭店股份有限公司委托承揽百盛营造股份有限公司施工，原定在10月23号完工拆除。县府建设处长邓子瑜表示，而这一案为拆除并建造执照申请案件，由百盛营造股份有限公司受委托拆除，县府正在调阅拆除计划以及相关证据，厘清相关情况。施工拆除需由建筑师签证负责建造，县府也会收集影像以及相关证据调查中。而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在县长徐正伟和立委傅昆萁的陪同之下，也前往现场关心施工进度，同时在施工单位的赶工之下，在2号下午3点正式启用。记者熊黄世伟老